他以前在外面是蛮警戒的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不要太嚣张。阿虎，你呀、啊，你很棒棒。好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不要太嚣张。你看。你看，有时候幸福真的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。好了，我输，我本来想对你说教的。好。有草的孩子有糖吃。好，算你赢。啊，你年纪小，然后个性又是自己争取来的。然后会不会说猫话？啊，你会不会说人话？嘿嘿嘿，不累了。哎，人生啊，来呀，好啦，来，倒下，很好。怎么那么的可爱？他现在2.8公斤了，然后呢，眼睛好了，不用滴眼药水了，持续治疗，那便便也有改善了。哦，好厉害，超棒！你呀、啊，你犯罪了！你看你在犯罪当中，你在勾追啦！好，你很棒，你最棒棒，对，棒棒。你真的是个马达哎！我跟你讲，我脱口罩，他可能是连舌头都伸进来了。他太可爱了啦，太可爱了。好啦，你想怎样呢？越趴越上来。好，很好。好，怎样？要吃药吗？好，躺下了。好，你稍微躺下，你先躺了。好啦。好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你真的是主动撒娇型的呢，你呀、啊，好可爱哦。他以前在外面是蛮警戒的，那警戒是他们的天性嘛，对熟的人他还是会蹭蹭的、啊，所以是个性使然。不要再每次都要玩我的手机好吗？好了，皮皮开关要来了。好了，你用你的脚底。那、啊、你也在骚扰我的脚底啊？真的是哦，躺下了，很棒啊、哦。好的啦，医生说你超健康的啦，你自己吃药好不好？狗要跳吗？跳，厉害。不过他现在还不能打预防针呢，就是说下礼拜再，再评估看能不能打，所以他是一直在越来越健康当中。